八九，万绣这个说是啊哟，花呗我只好花呀人啊的，万花的月是啊人花的啊呀，北的中干嘛日。传说摄魂经为武林第一绝学，莫高真经之残本。18年前，贫道误失此经，抱憾平生。小子，如今你走火入魔，体内两道真气互斥，冲断丹田，轻则武功尽废，重则命丧黄泉。我的衣服。莫慌，老夫助你逆行经脉。身上这几十残招破成掌法，破绽百出，若不是你惯用左手，金敌在先，他早就横死大漠了。剑出军，百兵之首，剑招不成，得亡命破敌。你之前所学所用，就是臣子指使君主，上下颠倒，岂不可笑？看好了。今晚眼前所见所感，皆是一路来你心中深重的妄念所生。两道真气虽说互斥，但与你也是两倍之力。记住八个字：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玉箫小祖路，仗剑破之。剑走清灵，多为变数，这都不懂，谈何用剑？且听老夫指点。先说单套剑法的路数变化。来，以藏灵剑法为起手式。臭小子，此时临阵脱逃，却会害死我俩。接近对手，燃神归位，使出藏灵剑法最起寒光阵，跟残续幻影飞霜。不错，如此可教也。单套剑法也要。看来这单套起手苍门剑法三天相应至极，天门剑法相应至极，错了错了，天相应至极，错了错了，天门剑法相应至极，错了错了，起手苍门剑法，天门剑法相应至极，错了天相应至极，天相应至极，错了错，天门剑法相应至极，天相应至极，天门剑法。
应至极。看来这单套剑法已初窥门庭。
在下孟京，受人之托来找鞠二娘，有劳二位。哟，我家掌柜的刚走，小毛，你先招呼着，我得去胖子那儿瞧瞧。好嘞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有劳小哥。客官见外，这是小人的本分。听口音，您是打东边来的？不错，我从京城来。嘿嘿，小的早年也去过京城，人杰地灵的，尤其是那牛肉面的滋味啊，现在梦里梦到还会流哈喇子呢。若有缘，京城再会，我请你吃个够。那小的先谢谢您了，您先进客栈稍坐，掌柜一会儿回来，有啥需要尽管吩咐啊。好。看样子大漠今晚要变天了，先找个地儿坐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。这二人似乎发生了争执。不好，救人要紧。赏金他娘的是越来越高了，二爷说掘地三尺也要把那臭和尚找出来，打听这道上的事儿还得我龅牙三出马，要不这次怎么就连二爷都是好声好气的。凶手应该还未跑远，还有同伙。若被敌方连续压制，按 Alt 键使用踏雪脱困，迅速。别躲了，出来吧。哪儿冒出来的愣头青，找死！快把人交出来！不好，全让这小子听到，干掉他！受死吧！电子杀手，风锦，撤！这些人好像与方才客栈行凶之人，并非一路。
你听我解释啊，导演。小哥。哎呦，您再别给我添乱了，赶紧上别处找乐子吧。哎，导演，求您了，您全拿走了，小子真的不好交代呀。导演，导演，滚！再吵，老子剥了你的皮。算了，回京之际，还是先去二楼看看情况。尸体呢？难道这是？还是等二娘回来再做定夺吧。别拉儿子，咱能算哪算？就俺的龟儿子，村宝妈，一群瓜娃子。没一个靠得住，老娘养着你们一群大男人，就是让你们混吃等死嗦。就一桶鱼，还让老娘亲自去拿，真他妈的都是废物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你是？晚辈孟京，您可是娟儿？孟京？哦，你就是孟家那个娃儿。那拿着，先去天字房休息，里面还有你婶儿给你准备的东西。导演，鱼放外面了，两份沙河醋鱼，客人催呢。多谢打扰，小哥，二娘说天字房的钥匙。钥匙？钥匙在滚刀肉那儿，这胖子脾气不好，能不能拿到？滚开！这厨子蛮不讲理，若强取，必激怒于他。我得下去。按 F 键调查。来的，烦死个鬼，还要老子亲自跑腿。